你是不是想学韩语很久了，但是因为距离、时间、交通等种种理由，让你迟迟下不了决心呢？明明学过韩语的四十音，看到韩文字知道怎么念，背过单字，但却不知道如何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句子吗？你想认识韩国朋友，却总是害怕说错，没话聊吗？相信我，我可以帮到你。这个课程会透过简单的句型与大量的情境与实用对话，实招带领你脱离只会发音的婴儿式韩语，突破自学盲点，帮助想要交韩国朋友或是跟心仪明星说话的你，成功交到第一个韩国朋友，还能顺便通过韩语初级哦。안녕하세요저는최정입니다我学习韩语超过15年，教学经历达8年以上，是现任世宗韩语文化院讲师，并曾担任韩商企业的韩语讲师，同时也是中韩文口笔译者，曾担任 BTS、Vino、News Two 等演唱会口译，翻译过的韩剧有《机密事务很那样》《模范计程车》《换成恋爱》，还有你自己看好了。韩剧要翻得到位，需要很强烈的语感，而语感的培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但是其实透过对句型、单字、文化的深入了解，你就能听出剧中台词的弦外之音。而这次的课程可以让你从理解到实际操作练习，基本概念到进阶挑战，自己决定你要够用就好，还是深入活用。课程中的例句也涵盖了交友、旅游、追星、恋爱等主题，列举了我接触韩文15年来觉得最实用的生活例句以及必要句型，提供多样的话题，让你在跟韩国人交流时可以直接复制贴上。孩子，你不是一个人。이종쌤每月开放时段跟同学用韩语互动，让我和同学们陪你一起用课程中所学到的句型或句子，给同学们实战练习的机会。学韩语要干嘛？学习语言就是要拿来沟通啊！沟通是双向的，要了解对方的意思，还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就必须要有建构语言的能力。而认识句型和学习文法，就是最快速可以短时间建构大量生产句子的方法。因为你学了都不用啊，还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方法？先有语言才有文法，要从句子去认识文法，不要本末倒置咯。突破自学的盲点，了解书上学不到的语感差异，实招交到第一个韩国朋友，韩语初级沟通文法，우리 SJ 이클래스에서만나요。十周交到第一个韩国朋友，韩语初级沟通文法共10个单元，10小时，早鸟购课还能获得免费线上对话练习以及 bonus 课程，原价3780，开幕2周内可享7.9折，优惠价只要2986元哦。